老大。哎，老大。刚有困好。想嘛知影，无可能困得好的啦。阿姨知影，你毋是一个凊彩使性的囡仔，你即马心肝内一直足烦恼、足丢丢的。不管五妹外好，你外爱五妹。啊，不过妈妈总是你的亲生妈妈，你永远无可能放下落心。这就是我一开始的反对理由。你嘛知影，你的阿姑还佮有秋阿姨的代志。我知影秋阿阿金还佮有阿姑的代志，互你足担心的。啊，不过阿姨你放心，我甲你保证，我绝对袂凊彩就甲佳美的手放开。妈咪告诉你，志凯，今麦有麦无伫咧，阿姨有一句话想要甲你讲。阿姨无希望你甲五妹的人生拢打起来，我顶多希望你能放手，互恁两个搁去找一段较简单的爱情。可能你今麦搁袂了解，啊，不过爱情毋是人生的全部。互相依赖的人，因为现实原因无法度做伙，这拢是真有可能发生的代志啊！你学会晓看开，敢讲你想要用你的一世人去搏？我去看卖，早教内底有甚物通得到？推动人啊！我全世界最爱吃的就是我妈做的菜，今天坐到这啦。来，阿妈，阿奶无看到大哥还够久，够你困哦。家辉透早就去工地啊，讲有啥物清洁工课要做啦。啊，你阿姑甲阿金哦，去下港看亲。听讲秦母感冒甲真严重嘞，是哦，安尼毋着甲春妈啊，佮我阿姊开三个人啊，不要紧啦，反正有我伫个啊，我一个人会当食三个人的份嘞，我都招邀，紧嘞紧嘞，开动开动，妈，这你上爱食，紧嘞，多谢来。阿姨，家母有讲过，你较早足辛苦的，伊定定咧讲哦，以后赚大钱，还好阿家己友好，啊，我是家母的男朋友。我一定会给他打三天给他照顾。妈，而且儿子看起来就厉害哦，他就搞主家的呢，一旦给他打三天就多就多，他就要成全我，把你的微波炉还有烤箱都用坏去。敢说只要在家里面，我从来都没看过这么轻松自在，有嫌弊，你已经把我的红色抢走了，敢说现在连我的好心你也要抢？你这样做，那微波炉当然也会坏去啊。对啊，那插头跟插座根本就不一样，你哪会知道？对啊，这是秘密啊。有家妹，敢说你是挑故意把那创坏去，你就有理由讲，我莫去灶脚斗三工煮食。哦，哎呦妈，你怎么把那秘密讲出来了？哎呦，无彩我昨昏搁专工买你上爱食的水果蛋糕，互你食呢。嗯，好啦好啦，我即马甲摕起来，可以休息，可以洗嘞，好吧？散灶了。当时电话，我想要跟我的好心意讲几句话，可是，伊那个是我是伊妈妈，
到底想要跟我讲啥？那是要我跟姐妹分手？不可能啦！你是不是真怨恨妈妈？真希望妈妈去死？妈，你是在讲啥？之前冇要找我，恁爸爸妈早就已经离开，袂伫这家啊！恁大家拢袂了解我，即摆连你嘛用这款的态度来对待我，那恁我还过什么意义？安尼唔就等于是伫逼我去死？妈，你哪会安尼讲啊？你是恐吓我？我讲的拢是真实的。妈，敢袂用拜托你妈呢？啊，无你要叫妈妈安怎？她说灵感若失去天移，真有可能失去恒泰经营。无可能因为借贷，煞去拖累着咱恒大。你叫我安尼是要安怎对得起恁爸爸，对得起阿公？假使真正安尼，我不如都较早去找恁阿公家忏悔。可是我这做查某囝无路用，是我无才调，把我昂在老爹我身躯边，无才调管好我两个后生。甚至个月江山拢送给别人，敢问江山有遐尼啊重要？这是恁阿公的心愿，不管这江山未来要留予多少代子孙，我绝对拢免变成失去江山的迄个罪人。安尼你嘛未免讲我，敢讲我的快乐就无重要？你想要得快乐？妈妈刚无想要得快乐，你敢知我想怎会找你来吃？唔知啊，妈，你做了足多代志，我都无法度了解。恁爸爸已经来吃。我嘛不得来过几落街，阿姆哥，我大概来心情都不好。为啥物啊？因为我讨厌食，我讨厌用家较早的所在，我讨厌迄个油腥味。妈。你为什么要讨厌佳美妈妈？就因为我跟佳美交往。不是，是因为。妈，你想哪？是因为我不去用幽闭头一个阿三不了过，我不好多个海三位一直抱好袂记哩。可以哦，我要教死你，把你生生叫灵魂呢。你哪会？你干嘛？哎呀，我袂办啊！你若听话无，你若听话，要我两台哦，今日我变真条你啊！谁让你要痛苦爱一面？阿姨较早的翁，安尼对待你，妈，这都是为什么我也一直讲冤枉？
是不感觉妈妈就老实？我们感觉我跟你就老实。不是，我是不敢相信，这款的代志会发生在阮妈身躯顶管。怎么可能啊？你不相信我所讲的故事？我。这件代志，恁阿姑阿哥了求我，伊嘛知影，不是你会引起的。你阿总讲妈妈是一个心肝憨样凶的男人，是吗？不是，我不是。正经恁阿姑。阿哥了就爱回事，我妈一直想办法靠肯恁阿公，你想袂到迄个了就爱，伊竟然替我的痛苦来威胁我，所以我唔就喊你要挽回，无想要让伊入来咱孙家门。我真无语，你妈叫我是要来接受，接受你甲尤惠美伊的查某囝结婚的。我妈妈一跳，都唔敢讲给别人知影。结果恁爸爸，你搁找杨大爷来做耶稣，甲恁大人阿娘好，你叫妈妈是要来接受？所以恁爸爸一定为我伫遐无理取闹，伊毋才离我愈来愈。即马你甲恁哥哥嘛共款，离我愈来愈。我已经失去红色啊，我绝对袂阁失去后生。所以毋才甲即件代志讲出来。妈，卡叔，我已经把代志拢讲出来，让你知影。你讲我决定要跟吴佳美做伙，这是你的，不要紧，你当跟我妈妈继续活着，遐尼黑暗的痛苦。我不如让这马去死！哎，妈，你妈呢啦？没看你妈，你可不可以继续跟我家妹做伙是吗？你要跟伊做伙，我娃就好在就死啊！赶快！我今日在家买，我刚喊你痛苦，我想做白去死死的，妈！哎妈，我拜托你。我只会想下你家己的代志。我可要拜托你，你给我一条生路行好不？我已经把我这个做妈妈的尊严拢丢掉啊！我让你知影，我做唔着你心中上该大的母娘。你跟阿哥的你当作什么代志都没发生，为什么你找叶武家妹去？甚至，哥叫叶有秘密，叶红尘不了被妈妈的查某，叫伊妈妈。
等待清晨那一道阳光，轻轻洒在疲惫的脸庞。佳妹，我今晚唯一当做的，就是把我妈这个秘密提离开你，如何如何？啊，不过，要安怎做会到？离开你，对 我真正做会到。是不是一样？明天我们会变成怎样？你有刚学的外星吗？多一点坚强。有一次我在电影里面看到女主角有写过你送给男主角，那个时候的人有比较避暑，他就本来在跟他写八个字。八个字？嗯，一约既定万山无阻。现在我把这八个字马上给你。不过你要相信我真的想跟你过一世人，一约我已经做不到，一生我也没法度给你。你给的爱从来没有离去。好啦，打升职爱保养的事情很多啊，啊不是出去玩，而且前几天我还拜托同事帮我加班陪你去看电影呢。我不是说我很伟大，我是……喂？喂？你是不是跟经理做伙太久啊？好听话都不记得要怎么说啊？我刚才说的还不够好听哦？不够，不够。你讲你拜托同事的口气哦，就好参像你足委屈同款，啊，倒一个查某囡仔听着会欢喜啊！吼、哦，你这么高，阿伯，你跟我要安怎讲啊？对女朋友讲话哦，不管是讲什么代志，头前三个字一定要讲我爱你。啊？我爱你，我嘛想要出去跟你耍啊！啊，我爱你啦！就算讲啊，请同事替我加班，我嘛想要陪你去看电影啊！哇，真正是无同款呢，也是查某人哦，了解查某人啦。那是当然啊，而且哦，查某人想知影查某人的招数。好，你讲看卖啊，什么节日拢爱过，拢爱庆祝，这是倒一招啊？要过节日是应该啊，那是查某囡仔生来上理所当然一招、喔。啊，不是因为爱你哦、喔，那无为什么生日、交往纪念日、情人节、七夕情人节拢想要跟你过？过节吃饭送礼物就算了，连冬令进补嘛爱过哦、喔。冬令进补？那是连冬令进补拢爱过哦、喔，我真正是赚不到一开啦。安尼袂要紧啦，你已经去卖笑啊！跟你，哎呦，我讲爽笑的啦，你为虾米甲经理同款，拢无幽默感呢？迄是因为你无够好笑啦。你才无好笑啦！你明明就无好笑啦！啊，你就真好笑。你明明就无好笑。是你无幽默感啦。佳妹讲有滴，佳妹去处理库存的代志啊，可能靠我这礼拜公司，执行长。有啥物代志，敢有需要我斗相共？有代志。啊，敢有需要替执行长留字条给佳美？没啦，我再给联络就好。多谢。哎，你敢有看到执行长目眶红红，要哭要哭啊？我是有感觉哦，伊心情无啥好啦。最近哦，公司气氛拢怪怪。顶届哦，协理才甲经理避免，即摆哦，执行长看起来阁一脸衰样，啊，可能是甲佳妹冤家啊，也是有啥物秘密啊？袂吧？啊，经理甲协理不对盘，毋是一天两天的代志啊！啊，而且林执行长对佳妹遐尔好，啊，常常送点心来给伊食，应该是袂冤家啦。啊嘛，无亲像有个人啊。
佳美真正是好幸运哦，大家都对伊足好诶。当然对伊好啊，像阮女朋友若是咧路吼，佳美就跳出来帮我加班，和我去约会，无亲像有诶人吼。我安怎？啊，你都无安怎啊？扑通扑通。臭小子！叫我赵富理。哦，看在哦，你对布料阁有淡薄研究，我会当勉强收你做我的徒弟。进来，你先算，你要白的还是黄的？姐姐要创啥？你是咧发烧？你算白的好啊，我白黑的，安尼哦，较像经理。你想要成经理啊？有一个撇步啊，就是重新投胎，砍掉重练。喂！哼，总有一天哦，我一定收到我的徒弟。就算讲，伊今仔日会当做手，我卖跳。明仔载，妈，哪会安尼对待我？你想怎要安尼对待我？恁哥哥所想要的一切，恁家很大，叫你愿意娶天宇，你什么都会当得到。你刚刚讲有啥物不甘愿的嘞？是我不甘愿，是我根本无想要爱啊！不要紧。你当继续坚持你的爱情，继续来上班前，不要去面对伊来，安尼痛苦会过去。这份心不如死，我小哥为什么疼我娃娃外地？时阵，你的海蒂，阿哥，你的哥哥，伊嘛拢是给我一个，我给你两点钟考虑，考试那是轻的。注定无迄个条件，因为我叫林志凯。
志凯，你来啊！嗯，妈来等我。哥，你无代志吧？我安怎？你是感觉我应该亲像前几工共欢喜一些？我唔是这个意思。就算讲恁大家拢认为我即摆甲感觉痛苦。 感觉受伤，甚至想要放弃一切。不过我要讲，我不会。我林志前绝对袂顺直认为，什么敌人？都是廖秋华。伊愈希望我计较，我都愈袂用计较。我若真正把迄件代志放伫心上，颠倒互廖秋华，甲当作是笑话。 我愈无要紧，伊就愈无法度安怎。这个 BOT 案，我绝对袂让伊把孙焕然归半旁去。志凯，我已经决定，我要放下。放下？对不对？从今仔日开始。 我要好好做工课，把 BOT 按手顶来，尤其是招生的部分，那是上场失败的关键，更加是我的重点。我无可能放予孙海负责。哥，这代志跟焕然妈妈无关系啦，妈不是找你，对我好，我冇代志要干嘛讲，等下会。 志凯，妈妈已经提出全部的家底给你搬，你应该袂让妈妈失望对无？应该袂对无？敢是志凯，李白。 算是答应妈妈对无？妈，你赢，用你遐尔大的痛苦来换我的幸福。妈，我想几暝，我已经想通了。 你愿意要放弃天意啊，对不？为什么要我放弃？因为天意跟志凯，这不怪志凯，更加不愿怪天意。那真正亲像妈讲的，这拢是廖秋华设计。那呢，咱当然袂用中意的。即马上好的办法，就是把这件代志当作无发生。 我来国讲的放下，敢那是相骗，唔肯面对事实。志前，你敢知影家己在讲什么？我当然知影，别怪，都怪廖秋华太过卑鄙，不过伊绝对想袂到，我甲天意婚礼的继续，只许到有啥物那是用的，用做伙办婚礼，那呢？ 都是相信你嘛，安尼，唔来用破坏廖秋华的计划，颠倒，会用加伊一嘴。哥，你较清醒，你是林志前，我是林志凯。突然出事的时阵，就无选择。志前，我麦当了解你想。 不过，即摆已经唔是你想要创地当安怎？志
世界到天亮的人，已经困在同一个眠床，这都是事实。我无可能把伊当作什么代志都无发生，要若无安尼，是要安怎甲天意爸爸妈妈交代嘞？咱卖讲，天意的爸爸妈妈都未知影。啊，天意嘞，咱是要安怎对天意交代？你敢知影？这亲别对一个查某囡仔来讲，是偌尔重要？这个是什么时代啊？查某囡仔在结婚之前，交过偌侪男朋友？这不算什么，没人是清明的，我不计较。这只是你一个人的想法，啊，不过对天意来讲，这压力是偌尔大，你知影无？志凯，你安怎讲？现在是让林家对不起王家，这个当然也是要负责任啊。我负责，我会负责啊，为什么不要让我负责？刚才讲，我相信，我相信志凯跟天意真正无啥。志杰，妈妈现在真正都是为了大舅在设想。志凯甲天意两个人发生关系，你要哪有可能讲叫天意甲你做阿公婆嘞？就算讲你愿意，天意嘛无一定会愿意。你安尼离开毕业，你煞把离开逼做你知影无？佮再讲，假使王阿若是知影讲，伊查某囝为着恁家己痛苦，人敢有可能佮甲好好啊拿伫个手头？志凯，回头才开始，你一句话拢无讲是啥物意思？你嘛继续写，哥，妈的秘密已经让我失去一切啊！你知影无？对，你唔知影，大家拢未知影，因为我一世人未讲。志杰，卡算什么万魂？你都万魂遐了去啊！万魂妈妈，啊，不过你千万唔通去万魂志凯，你一点仔拢无想要甲你抢，这拢是命，这不是命，这是宽度。不管是啥物，不管你是吞会落去。也是吞袂落去，你拢爱甲吞落去。妈，未出事，我一定都是为了接班来做准备。你莫一直把我当作接班娘来做陪养。这二十多年来，我每天这么打拼，连要娶天意都是你的计划。你现在煞要我放弃，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这个家，你知道吗？我即马计划已经有变化，你一定爱搁为着林家，为着恒大，搁再牺牲一届。姐姐，妈妈跟你抱歉，妈妈一世人拢会把你的牺牲记好着。妈妈绝对袂亏待你的，阿婆，妈妈会当甲我手头全部的股份都给你，可是若需要，我即马就会当叫尤皇过来，来把股份过好手上。妈。
你今嘛是搞我这个吃饭哩，当作今朝的本心。囝为着林家，为着恒大，这件代志绝对无参详伊的。林志凯，为什么到今嘛，你还是一句话都无爱讲？敢讲？你真正要带去？干嘛？回吧，回吧，回吧！哥，托你爸，你真勇。你不是讲你最爱吴佳美？你敢有甲伊讲？你要甲伊放生，像因哥哥的未婚妻？你敢有甲伊讲？你要甲伊当作笨手同款，花旦的？你对伊的保证，得干那笑的，笑笑就无啊！林志凯，你是林飞。我一定赢你！在人生上重要的时阵，杀死我的心，啊！这业务不会合你，这当处长办公室拍见面会 CEO， 但是若是传出去，是准备歹给恒大上市啊，是毋？林志凯，你不爱讲话无要紧，我直接去问天。志杰，志杰，你有叫？志凯，你安怎无？是搁发生什么代志啊？赶紧来，回去找伊看看，赶紧倒来厝内。志凯的案情，那遐尼奇怪，到底是安怎？志凯，你敢真正打算为着佳美，不爱搁再回来啊？安尼我留伫台湾，搁有啥物意义？也是直接转去美国做啥去啊？啊，不过阿姨讲，阮爸爸妈妈正咧办离婚，是安那伊毋肯家己甲我讲咧？敢是惊我无法度承受？天意，是的，我不是跳过去要跟你那件，我不知道你在客厅。
袂你为的不是我。无唔对，我为的是志凯。你，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拢会当作无小心过。你放心，咱会继续办婚礼。咱是要怎继续办婚礼？安尼对你无公平。你嫁予志凯，对我才是无公平。是我先选你的。啊，不过我不爱你啊。志凯嘛不爱你。伊爱是有家妹，因的感情这么好，你比我更加清楚，敢不是？伊袂跟你做伙，咱这是一对啊！不是，咱不是。之前哥你放几领，我足疼的。袂用，我袂用放。我若放手，就要真正参像阮妈讲的遐尼同款，无还着搁参详啊！天爷，我知影你对我无满意，无要紧，我会用改。你是不是介意？会通替你去上个查甫人，我会通学，我同我替你。阿姑，你是不是介意我做早顿？我嘛会用啊！天意，你莫离开我，莫拒绝我好无？志放开，志全哥，你放开！志全哥，你想到奶奶是逼你家己？你明明知影我介意的是志凯，而且你足早就知影，敢不是？咱根本就无适合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！阿姨，志贤，想做阿妈妈，不管阿哪讲，你就是听不入去。妈，你想支持我的感情？我拢照你讲的去打拼，你为什么不爱继续支持我？我是你上爱的后生，我所做一切，拢是为着你，你知影？你就把这一切当作是我唔对，你若想要爬，就尽量爬，爬到你欢喜为止。因为我无想要失去你这个哥哥。强强感觉伫这间厝内底，我是假的。为什么我上爱的人要安尼对待我？志凯，你已经有家妹。你爱我，政府等你办离婚，我给你的各种资料，你敢有详细对过啊？好，多谢你的调查，咱再保持联络。妈，慧仁，我这拄要去计划部找你，
妈，我独家。我跟你讲，王天爷爸爸已经准备要办离婚，真实的调查结果，伊阁准备要将恒大的股份弄留给王天爷。跟我家独家的代志有关系？你是要跟我讲啥？我拄只提文件去当处长的办公室，结果阿哥伫个口里讲，之前伫拍志凯，我看到之前甲志凯压伫个涂骹，也毋过志凯拢无还手。我感觉奇怪的是，之前明明长就无遐尔生气，为虾米今日会狠狠掠过？那你即马咧？即马之前讲要去找天意，志凯甲阿哥对伊离开啊。行，那即马来找伊。志凯，你敢真正要安尼伤害哥？哥，我无想要伤害任何人。你大哥伤害我就够，我给你，我拢会赢的，我不差。志杰。今天无想要伤害你，是廖秋安，廖秋安才想要伤害咱林家。妈，感情真是廖秋安设计，为什么我今麦看起来，亲像是恁三个人早就讲好的感觉，在我的面头前拔一出戏。我爱我点点的，爱我点点的好奇。啊！今日也卖个骗我。姐姐，妈妈无骗你，你不是答应过妈妈，讲不管妈妈做什么款的决定，你都会支持我。唔对，迄时我唔知影，你决定要牺牲我，我真尔相信你，相信志凯，相信天意。不过恁一个一个。插在我的心上，佮甲我讲，免话听。恁哪样咧对待我？姐姐，志凯佮有只咩困扰？你讲都不听，志凯真正要跟佳美分手，志凯原本嘛无法度接受这个现实。你到昨为止还阁未了有佳美做，我把心肝内嘛讲就疼。你小猪，我真正愿意牺牲。我两个好心的爱情，我嘛是抱着要失去两个好心，哎，迄款风险，我才会做这款的决定，你知影无？再一次拢是条秋花色的，拢是要害咱家。你都不是讲过，讲咱唔通去互伊骗去？啊哪咧？即摆上解需要的就是，人林家爱感性的时阵，敢不是？所以季姐，妈妈个人拜托你，拜托你再一次让伊代价为着好无？妈，
我拢已经照你讲的去做啊，为什么你袂用甲讲？啊？为什么你袂用甲讲？讲的事实是啥？敢讲我是恁家己的错误，遐尔困难？什么意思？我没有，我被挤开蔡天怡，是我不对。阿公妈妈也是不办我的，电话给妈妈，就算讲恁两个兄弟啊，都无法度留给妈妈，我赶快买单吞落去。我吞不落去。志凯，你讲，你敢真正吞得落去？你敢真正要跟吴家妹分手？你明明这么介意，为什么还要找天意？天意。你明明知影志凯爱人不是你，你搁要嫁？你真要放弃啊？你敢不接受林英？婉仁，咱今日有搁较重要代志，莫袂记哩。林志杰，我把甲你当作是我的对手，也毋过即摆你看卖啊，你家己。失去冷静，无够理智，袂晓判断，算什么对手？上尊恁厉害，真是人家，请恁出去。你讲话唔免这么大声，我唔是真爱来。若唔是我无希望家己去做一个替死鬼，恁人家的大门，我连打拢并都打入来。卡叔公，你若是无想要了解事实，我即马随时会当外逃得走。因为孙如金用这种方式对待我，不是一届两届啊，我已经足习惯了。但是你的妈妈第一届在利用你，我惊你无法度死。高秀婉，你卖当遐干坏本天啊！这切都是因为你，那不是因为你逼我安尼做，我们哪有可能替我两个后生一生的幸福来跟你搏？我逼你什么？宁恒大举债投资 BOT 案，你惊恒大的投资出问题，所以你就将天意抓掉了。王政府正在办离婚，因两个阿婆的财产超白白，因就决定要将恒大所有的股份拢让给天意。谁若找到天意，就等于是得到江山。你用联姻这种方法要来保住恒大，你算卦确实是真好算。这是阮恒大还有林家的代志，你凭什么来怪我？凭你冤枉我！之前虽然讲你用拢真无礼貌，也不过我欣赏你一点，你真友好。但是你敢知影，你上爱的妈妈？一早就已经知影天意家也是志凯，所以伊就将志凯送回天意的门床顶，因为伊无想要失去这么好的媳妇。志贤，你别听伊话，别讲，你一定要相信妈妈，你一定要相信妈妈。完了，我想不愿意面对的事实。
这是真的。我。是，你爱相信，上恶毒的人就是孙如锦。伊为着权力、名声，有法度将你甲志凯弄出袂掉。伊明知你要提早回来，伊为着无想要失去恁两个后生，所以伫情急之下，伊就串通起手啊，要将所有的罪过拢扫在我的顶头，替恁林家制造共同的敌人，让恁做伙来对付我。那呢，你甲志凯就会当勉强和好。也毋过，孙如锦，你搁敢若都想袂到，一向想听你话的志凯，即届嘛无想要听你的，你毋知影要安怎做，所以你得用死来威胁志凯，要爱伊连丢我，我无。林志凯，你讲，敢真正是安尼？讲啊！你这个被人利用到这么完全的小弟，还会当讲什么？一透早，孙如锦就走去刑警家要找志凯。志凯，你找出去了？因为伊无放心打电话，我就随叫警讯室调查。这是刑讯记录器所摄来的画面，有时间再去慢慢欣赏，看卖阿弟妈妈是安怎用死来威胁志凯。姐，廖俊伟，你到底是要害阮林家，害到我身上？敢是我害你？是安怎拢无爱好好检讨你家己？你敢知影你安尼做，你会害这两个囝，连兄弟仔拢做袂成？你敢知影你安尼做，会将你好好的家拢毁去啊？万一林浩生若是回来，伊若知影，你这是阮家代志，你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阿哥。妈讲的敢有啥物唔对？刚刚你袂记啊？阿公就是爱阮四个孙仔做恒大的四支条啊，条若是倒啊，恒大刚刚会当稳。而且你声声句句讲是为着阿公，为着高张在帮我恒大，也不过事实上，你真有可能是亲手把恒大毁掉迄个人。哼，你这么想怎？连你也想要来教训我，这么想过来想要欢喜的人应该是你的吧？因为志凯跟吴家妹分手，你就会当代替志凯。你早就伫咧教伊吴家妹啊！你莫搁个问题塞在阮母仔顶头。之前代志的前因后果，犹阁有证据。拢记伫你面头前，要是毋是随在你，那是你孙如锦，好自为之。慢行。志杰，志杰，你莫伤心了，像我做狗。拢是伊编的故事，妈妈会安尼做，拢是为着要顾全大局。你一定要相信妈妈，好不？姐姐，算得黑心话起来。眼波转很大，真正就会好诶。
阿姨，你卖想个伤心，我伤心之前个吃点药，你是不是一定会受痛啊？不要紧，阿姨嫂子怎样？只要有这款的怀孕，这个嘛是过来，还是刚刚决定？今嘛所有代志都已经解决了，你也是当准备婚的。要哪做，我随在你啊！我要去做我应该做的代志。这样吼，每一家拢有变好啦，这样是，确实袂歹。啊，拄则甲伊讲的，所有品项、库存，拢记录吼。有啊，你看，我甲伊画成一个小地图呢，以后我就当家己来找啊。若有需要的时阵吼，买车仓库的人来斗相共啦。你看这，有诶伤悬啦，啊有诶伤重，伊一个查囡仔是要搬啦。对了，这摆林执行长那无人伊做来。哦，伊今仔日较无闲啦。哦，我想讲你唔是一体，你每一摆来遮拢是陪你来啊。女人当自强啊，啊这是我家己的工课嘛，奈何伊是大概拢叫伊做我的司机。你就是这么乖啦，收你做客早囝哦，我真满意。下课白学咯。啊，对了。我这摆吼摕煤气电分子瓦给你用，你摕等于分哦，同事甲厝的人使用看卖。好啊，你稍等。志凯今日无回讯息，伊甲董事长唔知讲了安怎？是跟咱看卖好啊，若是有代志，我相信伊会甲我讲的。子凯，吴佳妹，你倒位？经理，我即马人伫个橱窗外仓储啦，来了解一下库存的状况。啊，希望会当把销量稳定落来。啊，不过其实无遐尼简单呢，毕竟也不是才刚来过年啊，对不？而且，吴佳妹，你有安怎无？我有啥物代志啊？我拄则听你电话机开，你伫找伊？无啦，啊，透早时阵，当时就来阮家找伊，然后伊两个就出去啊。我就来上班啊！啊，我传讯息给伊，伊拢已读不回。我在想，应该是咧无闲啦。啊，我想讲，佮安怎应该找时间打电话给我，所以拄则我们才想讲，应该是伊卡来。
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手机拢无关机。你若是需要我斗三工，拢会当找我。经理，你来遐尔奇怪啊？你会记得我讲的话就好啊。想做经理，会想用卡一通电话给我，敢会真正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敢讲当初你会为难自开啊？无接电话。到底是安怎？小妹，这杯啊吼，给你提点做饲料啦。哦，好啊，多谢。我等下买送货，你要做去看目前的通路，经销门市无？好啊。行，我拄新买一台货车，你是第一个人客哦。是哦，刚是拄只停在外口迄台，看起来足厉害呢。是啊。虽然是货车，啊，不过真轻巧，查囡仔开嘛应用。嘉谢，哇，这个叫出水眼呢。嗯，你们讲今麦连货车嘛爱追求时尚，嗯，我看哦，咱的橱窗外爱卡加油的哦。你已经加真满了。哇，看起来足够短呢。我想哦，就算你甲执行长生一打十二个，应该嘛在了。干爹，今麦哪有人会当生十二个啦？生完拢老啊。嘛对吼，你今麦爱甲出错话营销甲全世界，应该无迄时间吼。无唔对。真正足可惜诶，我无货车的驾照，啊，那么就当做客运司机啊。放心啦，这台小型的货车只要普通汽车驾照就能开啊。嘉谢啊，那呢，我再赶紧来兜风。好啊。这台车虽然有较大台啦，不过开起来感觉哦，甲开轿车差不多啦。是啊，想袂到驶起来真正足轻松的呢，比我想搁较简单。客妹，你以后若是补货补袂赴，会当叫我来改斗三工哦。好哦，这你讲的哦。讲来啦。今麦徛的所在，是大家拢想要爱的江山。啊，不过我煞无想要爱，一点仔拢无想要爱。会当跑啊！想着，应该拍你的人是我。我讲问你一解，你敢真正会甲天意结婚？我无想要娶天意，不过我必须啊。林志凯。你真正要安尼就放弃啊！
我就是讲，你会比我想的更加勇敢。一直到今日，我才知影，原来勇敢也靠打拼，是需要条件。咱四个表兄弟内底，我相信胜利啊，因为你有这个条件。阿金那边，我甲小多谢，多谢听我讲话，听我说上。你敢无想过，过去找吴佳美，甲伊讲看卖，我听到你两个人，你才想办法。已经无办法。无试过，你哪会知影？我明明就知影，头前就是万丈深渊，哪有可能去找佳美，甲我斗阵跳落去？今日我看到阮妈伫个办公室，出来底讲迄款话，做迄款的代志。我向阮发现，我早就应该放开佳美啊！甲我做伙就要面对阮妈，根本袂幸福啊！你会幸福嘞？你甘愿甲找无个人结婚？今麦应该就跟阿你关心我敢袂幸福啊？为滴我要娶的不是佳美，娶啥物人拢无要紧啊！我真正就想要甲恁斗相共。我知，我嘛真感谢你。那你想好，要安怎跟佳美讲个袂？一直到拄啊，我根本无想过要佳美分手。我哪有可能想过要安怎甲你讲这代志啊？即摆不管安怎，我拢必须来讲。今日我就要帮佳美出去嘛。志凯甲今日两个人气氛，奈看起来怪怪。好阿公，爱是袂上好。经理，你受伤害，哪会这么严重？
你拄则甲阮经理咧讲啥？佳美，别讲啊！既然讲袂出嘴，又别讲啊！宝，李宝，我知影你已经尽全力去试过啊。啊，不过迄关，咱还是过袂去着。我无法度帮你关。我知影，咱拢同款啊，咱拢是无可能放弃厝内底人的，尤其是恁妈。我知影，伊对伊来讲，我尔重要，伊就是你自细汉到大汉上大的遗憾。所以你无做唔着代志，你无需要甲我回事嘞。啊，唔过即卖，是我自己人生大遗憾。没耶，我袂当是你的遗憾，因为安尼我害你无快乐。你不是有说过心有三个点，一个是亲情，一个是友情，一个是爱情。现在我把爱情的一个点给你，阿姐，我即马开始，因袂阁冤家啊，我嘛袂阁害你心痛。怪我，哎，不会怪我。你看你，姐，阿姑呀，你今遐尔疼，我哪有可能阁怪你？因为我无信用，哎呦，我有甲你约好，一月既定，万山无阻。啊，不过咱也无讲好，一月是啥物时阵开始？
咱也无讲好一月期限到底是偌久。咱个少年啊，就算我即马开始，你无伫关心身边，我有讲过，我有只咩爱林志凯就是爱林志凯，不管啥环境我拢袂离开。若爱我走，就是我无爱你啊。我无等你安尼做，我也是无，是我有只咩讲的准则。我只会当伫个公司，伫个上班时阵，阁会当看到你，安尼就有够啊。啊，不过我必须爱娶天意。人家就害你，那你，那不是连病都无法度做啊？你敢会愿卖给我？卖结婚好不？咱拢卖甲别人结婚，安尼至少咱会当做朋友啊，咱会当一直做朋友。你卖结婚好不？志凯，是的。佳妹，那些变作林志凯，这样我就认识你，这样我就跟你做伙。那这是我做林志凯最快乐的一段时间。假使讲哦，甲虾米人认识较久，就爱介意虾米人，安尼我介意你是上正常的啊。咱俩自细汉就认识。天意哦，就是一个朋友。啊你，你是我一直想要念做伙女朋友，我讲。你还佫有甚物话想要对我讲的无？有，我爱你，我真正就爱你。你不知道要说啥，
那呢，我嘛唔知要甲你讲啥。咱就安尼啊。拜拜。拜拜。志凯，你若是跟天意结婚，安尼以后我就袂当叫你老公啊。啊，不过若是万一，照顾以后。等你老啊，我嘛老啊。若是阁有机会拄到，我会当叫你一声老公公。嗯。我看你都会拢会赢，在路上。天桥，还是铁砖脚都没你这个大笨蛋！你不是想了解我的？你若要找我，一定要去有一个物件所在才能找到我。比如讲，未过两个月。还是要找到我的。是这样子。你要哪是看到找到我的时阵，你一定会足想足想过。啊，不过你别像就这么安尼搞好无？我不甘你搞。嗯，我袂靠。等以后你会当叫我老公公的时阵，我阁会当叫你老婆。佳美，我感觉有机会，当就老的时阵，我叫你老婆啊。你真正了解过我等你到迄个时阵哦？你真正了解过我爱你一世人哦？我有讲过，我无爱你的时阵，我就会离开，因为我都找袂着我。嗯，安尼我希望你会当卖爱我遐尔久。
我这款的啦。只要你对我较歹，我就当较早无爱你。吴家妹，你走，你紧走。真好的查甫人，是你的师父，也是你的好朋友，甚至是上疼惜的对象。你我过去种种的一切，像海洋慢慢退。再会，李志凯。今以后无人写批空电话，从今以后看袂着你。你着真正心肝遐尼哦，袂着我遐尼啊，歹是无？你明明就知影。我的心只有你一个人，可叫我靠有别人。你怎奈你怎奈我？我已经无幸福啊，不过你一定爱幸福。伤心无底气，好无
世人上介意上介意，你敢愿意跟我交往？照影人孤单，寂寞的滋味到心头，不知何时天才会光。你我，我甲志凯刚真正那条分手啊，我的初恋，我无顾一切付出。咁真正那就结束啊！亲像一朵无言花，点点来开，点点死。一面花开的香味，永远满腹的气味。你敢有听见花？佳美，是的，知影我妈妈的秘密了，我真正无法度不站在我妈妈那边，所以，我敢那选择告诉你，唔对，我根本无选择权利，我敢那伤害你，我伤害我伤害哥哥，我根本无出家口，是的，佳美。较早实现你的梦想，你有机会，我就找你做我的模特。而且，阿冠的介绍啊。真是不是在眠梦，明明昨昏搁手牵手讲要做伙坚持落去，哪会今仔日就答应讲要去娶别人？两个人的关系，敢袂用讲结束就结束？敢真正会当安尼？奶奶，我的真心到底是算啥？
佳美，是的，我真正足爱，足爱，足爱。啊，不过我煞永远失去爱你的权利啊。安尼，甲你放两罐。我无想你替我烦恼，我是爱家，我拼第二的吴佳美。我袂有一个甲我欺负的，我袂有代志的，我绝对袂认输。莫再对我。佳美，我甘呐希望你当快乐。爸爸赛面一点仔无适合你，加油！我等着你的笑容。算了，那这么艰苦，是不是厝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不是，是我失恋了，我被放散了，我现在在孤单一个人。好好好，无代志吼，你还有我，还有妈，你绝对不是孤单一个人诶。你无同款啊！将来没有个是我的，今仔日说不是别人的，现在我这一时间，我的世界要不敢无同款了。好，你莫艰苦啦哈。要那无，你带阿姊回去厝的，阿姊煮好食物件给你吃，你就会把遐无欢喜的代志拢放袂记啊。我今麦一点仔胃口拢无。样啊，无安尼啦，我爱你啊！啊，以前哦，你只要一哭，阿姊哦，甲你爱咧，安尼行行的，你就袂阁哭啊，而且哦，嘛袂阁想起遐无欢喜的代志啊。我爱你。袂用的啦，姐，我已经大汉咧，而且我喊你爱家，我即马就当就当的，你爱袂叮当的啦。相公的，你是我的小妹，我永远都袂嫌你当的。阿姐，给你力量，来，起来。你若是无好，我爱你，安尼，今仔日，敢若有今仔日，我才要爱你呢。你若唔惊，我就硬来拖，甲你拖走。
我有你，我妈，阿姑姑，伊大哥二哥，阿姑床头伊个苗姐呢，我现在就幸福的，大家拢就爱我。干嘛？拍摄啊！啊，我最近哦都较无闲，所以厝里较乱。我请你姐两米多好啊，小弟啊。阿二哥嘞？无在哦，我在药房。你去做好件呐，等下我就回来。哎，阿二哥来吃一个泡面啦，手脚都好起来嘞，安尼对身体就无好。讲我家己嘛少爱食的，敢无做过讲别人。啊，你嘛知，即马手较无方便，啊，有时阵哦，平常煮的时阵，伊就简单食一个泡面。啊，要唔过我回来哦，拢会煮好伊食。姐，你甲二哥过得好无？好。唉，看嘛知影过得无好。安怎？咱拢是一家人呢，阮真正足烦恼你的。伊若是拄着啥物代志，你遐讲出来啊，大家会当做伙解决。伊到底做着啥物困难？还是讲，还阁家己欺负我？无啦，伊对我真好，哪有欺负我啦？啊，伊的表情就毋是安尼。真正无啦，可能是有做过换新的工课。啊，阁需要一寡时间去适应啊。你莫讲，啊，你到底是要我讲啥啦？不要紧，我敲电话妈，叫伊来问伊。哎呦，袂当敲我妈啦。你若是敲我妈，万不伊妈若是一烦恼，伊可能就爱我甲嘉宾搬转去啊。搬转去就搬转去啊，有啥物唔好诶？一家人住做伙，想袂当做伙解决问题。你嘛免遐尔忝啊！啊，你嘛知影，因两个兄弟啊，即马就是无法度带做伙啊。而且若是互佳慧哥知影，无得靠伊过来找嘉宾麻烦啊。迄件代志哦，我有听阿妈讲啊，啊明明就是二哥家己先动手的，大哥安尼哦，嘛算是正当防卫呢。二哥若是无动手，手嘛袂转去，哪会当怪人啊？也毋过嘉宾伊毋是安尼甲我讲的呢。